有了，各位，是不是有了？哇，哦，不打扰，是我最后的温柔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钓鱼爸卡米。那等一下呢，准备来吸钓，因为这么热的天气哈，一定要泡泡水。除了耕耘，接下来的话，接下来就是吸鞭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后面的吸鞭，美美达。OK， 那等一下我们来先整装。OK， 来 go。夏天就是要泡泡脚，泡泡膝，脚步放轻一点，脚步放轻。应该是完美，我们大家就钓这片，太漂亮，真太漂亮了。看一下，没毛病吧，各位？低调，低调。我们现在钓溪鱼就跟做人一样，要低调一点。不打扰，是我最后的温柔。假装一块石头，按 stone， 按 stone， 现在脚上是石头。刚刚有看到杆尾吧？有了，各位，是不是有了？哇，哦！哇！结果是福寿啊 ！Oh my god！ 我们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我去拿我的鸟笼，把它们养起来。有了，各位，呜呼！我们今天的目标鱼啊，小溪鱼有没有？啊，这只很漂亮，这只非常的漂亮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慢慢来，各位，千万不要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往前了，感觉是应该有搞头的哦。不过这边相对的也比较深一点，哇！我光在这边就已经在我的膝盖了。我走边边，走边边。哎呦！各位，有喽！嘿嘿，哦，这只肥肥的一只花，一只花。来，继续往前探险。Thank you.
有了有了，哦，这只大的哦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哦哇！哦嘿嘿，再穿！哇靠！我看到鱼群了，我看到鱼群了，各位，这只大的，哦，漂亮哎，这只，这只超漂亮的哎。舒服。我们把我们的好小花花养起来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换用另外一只，另外一种亮片，我称之为叫它小吉米，它是吉米花生酱，看到没有？它做的跟花生很像，然后呢，这背面有很多凹凸不平，很多凹凸不平的那个折射，感觉这样子更显眼。更爱噔噔，走走走 ，Go Go Go， 去吧，吉米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吉米它的抛头比较好抛的，它好像重心偏后面一点点吧。它抛的距离是比刚刚的，同样的，我现在用动的都是0.7克，同样0.7克。我们再往前。让我们敲击石壁，有了有了，哦，这只大哦，这只大哦。漂亮漂亮漂亮啊，各位，哦对啦，哦阔嘴，哇，这是超漂亮的，哇，吉米你真棒，看到没有，这只漂亮，哦，这只很漂亮，这只很漂亮，我把手用湿一点，哦，这只吃得很漂亮，大鱼吧。然后现在呢，12点了，然后我们先吃个饭，大家回头下午继续。那我会往下面一点点，下面也是我没有探险过的地方，大家是往下面一点点。先整装，准备吃饭。好，现在到吃午餐时间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Seven 的凉面，加上优格。有看网络上啊，说这个味道是听起来很可怕，但是吃起来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各位。然后记得在这里山，在这个地方，垃圾自己处理啊，拜托不要随地乱丢啊。它是双原味的那个凉面，可是我找不到原味凉面，所以只好吃辣。啊！我自己想都很荒唐啊！看到没有？顶级希腊优格，他们说一定要无糖的哦。感觉味道真不是，啊，这味道真的是美妙，啊。就这样子。我自己都觉得，这真的能吃吗？这是正确的吗？这真的能吃吗？优格加酱油，其实听起来就已经很不太对啊。
欸，它粘在，全部粘在一起了，欸，Oh my god！ 好了，我先吃滴油看看。怎么办？我怕了，各位。没有，第一个刚吃下去口感非常奇怪，酸酸辣辣的，有点像变成的泰式凉面，有没有搞头？各位，卖相可能再做调整一下，各位加盟起来啊，加盟起来啊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会讲这味道，我强烈的建议大家都要吃吃看，这种好东西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到，我希望大家都有吃到。吃起来啊，早知道就买小碗凉面的，买什么珍宝，半台斤，哎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。啊，等一下的时候应该是我，这条可以走，这条是蛮深的，然后另外一边这条也可以走，到时候都有看吧。目标在前面。哦，下游其实还可以再继续走，但是，我好像吃坏肚子了，我应该受不了了，我应该要回去找地方先上个厕所。OK， 那我们就下一步先见喽，拜。